谢谢谢。所以，那你们几点开？不是，现在只有开五六日，一个礼拜只有开三天，然后下午一点开。一点到五点，对，但是像今天大概两点多就卖完。所以六日比较卖的快。就五六日都差不多，现在都差不多。对。所以我们都叫网友，他们其实可以先网路先预定。嗯哼啊。我们也有一部分是可以先礼拜一晚上九点网路先订上。那也是差不多两三个小时，在网路的就会卖完。然后有部分是现场。蛋糕就是这两款。我们现在有三十几款千层蛋糕，我们是千层蛋糕专卖。对，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做比较多台湾茶的千层蛋糕，因为水果的很多人做，但是我们甜点师很喜欢台湾茶，所以他就把金萱啊、乌龙茶啊、红玉啊，很多好的台湾茶做成千层蛋糕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每一个是二十二层。22层，对，22层，对。然后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的饼皮它是很薄，因为你要做到很薄，你吃起来才会入口即化的，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它就是一片，你就只能一片一片这样磨，然后一直做一直做。所以一个人一天只能做五个蛋糕，一个人。所以对，所以很难做，你是一个人做。对，所以有现在有比较多人，对，所以稍微可以让大家比较多人可以买账。希望可以做多一点。会，我们在努力。对，我们最近，因为我们最近是要到东京去，跟东京的餐厅有合作，可能会做一个 Papa Store， 就是一个快闪的活动，在东京。在那个应该在大概要吗？大概要吗？来代观战。谢谢你。そうですか。こっちはあっさりしてる。お茶だから。
両方美味しい。比べられないこれは。確かに。全く違う路線だし。一番好きかって言われた。あ、どっちかというと僕こっちの方が甘さが、自分の甘さが強い。どっちが好きかって言われた。難しいね。難しいです。でも抹茶とこれじゃなくて、コーヒーとこれ。完全にこれ。コーヒー。